呀吼，老师，我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，这边这边，沿着这条路线就能顺利离开学院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又能陪老师一起出门了，真开心。老师，跟紧我，不要被其他人发现了。顺利混过去啦。老师，我只想享受我们之间单独的约会哦。老师想休息一下是吧？那我等你哦。还有最后一段路，就到我们的目的地啦。老师，我们到了，快看那边。老师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哦。和我多待一会儿吧，这次不会被发现的。